哇，想得到却让我想不到的感觉呀，怎么说呢？我现在呢是在想得到的时柔，但是呢，你会上来之后，你就哇，想不到，怎么说呢？很惊喜。一上来呢，看到这个，这太可爱了吧！这是两只的金鱼，但是我们看到左手边来呢，这是什么呢？哦，现在很流行的气泡水，我们可以看一下食肉的部分呢，有这个是气泡水，可以让你们喝诶，而且还有分哦，就碳酸水、素水，或者是说清水、水素水、气泡的，还有分这个清水的。好，哦，它是有两种的，那它是怎么来判断有这个机器呢？依照楼层，偶数楼，像现在在10楼，它就会有。那如果奇数楼呢，就是一般的，你要泡牛奶的啊，哦，饮水机啊，这个就去奇数楼。那你奇数楼可不可以跑来偶数楼？OK 啊，哦，房卡给它哔哔，你就可以上来喝气泡水。往上往下，如果是奇数楼，就要是找偶数楼去取货喽。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这个景观哈，就是他们每一间房间也都可以看出去，一样是有窗户的。那现在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刚好就是大门口，可以看到对面就是这么厉害，有小七，也有全家，还有呢哦，看过来，口水流下来的烧肉，看到不？烧肉啦，这边真的很方便。哦，吃东西、买东西，真的都有，太方便了。然后我们看到现在前面这条路有没有 Seven 旁边这一条？看一下，看一下。好，哦，沿着前面这一区的大楼，像往前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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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后左转，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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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他们说就是通往哪里呢？逢甲夜市的路啦，采购、逛街、吃饭都很方便的这一条路哦，走过去就可以到了。你们就不用担心还要开车去找车位，太方便了啦！啊，不想出去没有关系，饭店也可以吃饭呢。哦，饭店吃什么再跟你们介绍。好，哦，外面的话呢，24小时的小七全家，真的看你怎么买都可以的啦。好，我们现在介绍是10楼的部分，我们要介绍的是大家最喜欢的哈，哦，就全家人可以在一起的房间是什么样的房间？生两个的。要住什么样的房间呢？哦，就像我们家，如果我们家这个房间，我们一定很喜欢，一定会欢呼的房间。好，这就是我们今天要住的房间啦，啊，这一间。好，给大家看一下1003的部分哦，看一下他们家的走道，非常的宽敞明亮。好，哦，包含你梯间一出来就觉得非常舒服，是很亮的一个空间感。好，再来我们看一下他们家门牌的设计也非常的贴心哦。这是他们家的 Mark，这是叫银杏，谐音是什么呢？迎来幸福啦，所以一开始就看到这个吉祥的，非常吉祥的一个叶子，叫迎来幸福的银杏叶喽。现在介绍是1003的部分，他们走道的部分呢，可以看到是采用地毯的方式，因为呢拖行李太大声了，这个是。最棒的模式就是地毯，才不会你听到外面有人在拖行李。那但是进来的部分呢，可以看到这间1003，每间房间呢，它都采用的都是木质的地板哦。所以呢，你们是不是觉得赞赞？好，哦，非常棒。因为妈妈们很怕看到是地毯的啊，哦，会觉得尘螨呐，哦，可能小朋友啦，呼吸呀，啊，比较容易过敏哦，过敏源的诱发。那我们可以看木质地板，你们的最爱，好，哦，而且是非常清爽的一个颜色。好，我们看一下，一进来分成左边、右边的部分啦。这房间的神奇部分在于很厉害，两套什么呢？先预告一下，先看一下左手边，左边的话是它分开的洗手槽哈，上厕所以及。淋浴的空间呢，是在门的后面，分别有两道门分开的。好，一个是上厕所，哪一个是你可以洗澡的地方，互相不会被干扰到哦。那可以看到家庭房的部分呢，诶，你们会说为什么看过去只有两人份的东西呀？这就是等一下的神秘的厉害的地方了。我们先看一半，还有一半在哪里？待会我们来知道为什么说是这是家庭房，可是却看到只有两人份呢？待会马上揭晓。好，可以看到大毛小毛，现在看到只有两条，对不对？两份对不对？我待会变四份给你看。
好，我们看怎么变出来的。先看下厕所，我也可以变哦，我变给你看。先看第一个，好，第一个厕所的地方。我们先看这第一间厕所的话呢，这个厕所的部分呢，这是第一道门哈。好，这是用推的，好，推过去之后，看到第一个马桶，他们家呢全部是免治的马桶哦，非常贴心，不用加价，免加价，一律有免治马桶，免加价就有免治马桶啦，不用分哦。有的人会说，哎，什么？可能高级一点的房间才有一个免治马桶，没有，全馆都是免治的马桶哦。再我们看一下后面门后面刚刚说的啊，洗澡地方在哪里啦？在后面啦，藏起来了啦，藏到后面来。我们藏后面，我们来看一下洗澡的部分呢，它是采用淋浴的。先说好，没浴缸，没浴缸，好，不是不是不给你，啊，都真正无是要给你啦哈。我们先讲，如果有一定给，但是我现在就是。没有办法，我们全馆都是采用淋浴的，淋浴的，好，淋浴的空间，全馆没有，没有浴缸，没有浴缸。好，我们先说好，没有浴缸，就是这样淋浴的空间。哦，这空间感也非常的好哦，就是很宽敞。哦，爸爸大只一点的也没有问题，淋浴空间很宽的，很宽的啦。好，我们转过来这边呢，可以看到备品的部分呢，这边看到是两人份的备品哦，因为待会我们还有旋机，或者说全家人可以用，我可以变出一倍来给你看。好，这个是杯子，好，然后喝杯子啊，刷牙啊，这边呢有一个非常贴心的一个盒子，里面就是放的牙刷、刮胡刀，好，在里面，在里面。好，我们看过来这边，好，饮料的部分，我们看看，还有放的茶包、咖啡包，还有矿泉水，好，煮水我觉得 OK， 但是我冰箱还有更厉害的，哇，是不是超有诚意的？还有分了。这个可乐有三瓶，果汁，哦，还有这个蜜桃醋、葡萄醋，哦，真的是太有诚意了吧！可以看到大毛、小毛刚刚说的两人份哦，但我怎么变出四人份呢？待会即将揭晓答案哦。好，看一下下面还有吹风机、免洗的拖鞋，好，备用的还有一捆的卫生纸都放在这边喽，哈。好，转过来我们刚刚说的四人房的部分，怎么说是吗？可是我明看只有两人房的床呀。嘿嘿嘿，我还有一道神奇的门啊，通往另外一间房间哦。可以看到这个部分，这个是沙发床。先说好，它是原本是沙发，然后你有四人房需求的时候，它就变成是四人房，两个人睡在沙发床上面哦。好，沙发床这边一样是有放的棉被、枕头哦，有铺好床的。然后这边有一个空间是可以化妆的一个位置。然后这边还有放的桌椅哦，它即使原本沙发。变成沙发床了没有关系，它还是有桌子，还是有椅子可以吃东西的哦，还是有座位区在这边，好，座位区在这边。那我们这黄色这一单什么呢？刚才说的迎宾饮料给了这么多，怎么还有一袋啊？怎么那么好啊？又有得拿啊？有，还有一袋给你拿呢。这一袋呢，看到没有？放了两包的饼干呢，这个袋子环保袋还可以带走呢，可以重复用的，太棒了。哦，这可以带走的礼物哦，提着走，伴手礼。那连通房太厉害了，怎么说？转过来，我们刚刚说四个人睡，这道门通往了另外一个房间，走过来到另外一个房间，我们来看一下，这个房间一样是有桌椅，还两张椅子，还有个桌子，上面又放了一套，哇塞，太有诚意了啦！连通房是两袋哦，哦，这里又有饼干，又是饼干，又是一个袋子，一样是可以带走的。然后可以看到这个床的部分。这边还有一大床的一个设计，这边还有一个椅子。好，我们家插头非常的多，这边有插头，床头的左右两边都各有插头，两边，所以我们家插头真的很多。那这个床的话是165公分宽的，是属于中床哈，就是比家里的床再大一点点，大了15公分的位置。好，可以看它整个空间这样看过来，好，这样看过去，好，这样一个空间，这是两人房。那隔壁一样的就变成在一个两人房，连通起来就是叫做全家的连通房，四个人，好，哦，像我们家就是睡这种房间非常赞。那一样是左边右边都是有一大片的一个窗户，他们家窗户都是一片窗户，好，哦，不是小窗户，是整个窗户采光非常的好。那我们刚刚说再变出一套来什么呢？你会发现是对称的，它这边一样的空间又多了一样多一个备品，好，哦，一样都有，哦，大毛小毛又再两人份再来一次。真的是太妙了，是不是赚到了？哇塞，又再一次饮料又再来一次，这边全部又再来一遍，乘以二，双倍幸福又来了，真的是双倍幸福。那这边一样
好，一样我们来看看，它是推的，推的，用推的哦，门用推的，不要硬拉硬扯，用推的。好，推过来就看到有一个免治马桶，哇，同时两个人上厕所，同时两个人洗澡，没有问题。推，对对对对，我们看一下这个部分，就这样推。好，推过来的话，一样再做一个淋浴的空间，所以等于是连通法是两个厕所，两个淋浴的空间都不要抢，同时四个人可以做事情，太厉害了，太妙了，是不是很神奇、很棒的房间呢？哇塞，相信你们觉得这房间已经太吸引人了，太棒，很迫不及待想来住吧，双倍的幸福哎，什么都是双倍，一间房间乘以二，连通房，全家在一起，幸福双倍耶。太棒太厉害了吧，是不是很不错呢？很赞对不对？ OK 啊，想来住吗？没问题哦，我赶快想办法咯。 OK， 介绍给你们连通房，超棒的连通房咯。